Hello， 大家好 ，Welcome to my vlog。午餐吃什么？今天我来到这一间 Harum Coffee。给你们看一下它的茶是几大杯，这是我的手掌，超大杯的。这间 Harun Cafe 就在这个新开的家家购物中心隔壁。